大家好，各位晚安，欢迎来到这个特地节目，在 Facebook 和 YouTube、同一时间 live 的这个和两位香港的年轻的指挥啦，和大家一起聊天的翱翔海外的香港指挥陈以霖，同埋咧吴怀世嘅对谈，我咧就系、今晚嘅主持 Dennis 胡铭耀。咁啊，好欢迎咧咁多位咧喺 YouTube 同埋喺 Facebook 度咧就收睇呢一个嘅倾偈嘅节目啦，咁啊直播嘅节目。咁咧今日咧好高兴咧就有两位啦吓，咁啊喺我哋互联网上面咧能够见面嘅朋友仔啦，咁啊都识咗好一阵嘅两位，亦都对于香港人嚟讲咧名字相当之熟悉嘅。兩位指揮分別咧就係咧陳以霖啦，咁而家咧陳以霖咧就係、比利時安特衛普交響樂團嘅首席指揮，不如咧等阿以霖同大家打聲招呼先好唔好啊 ？Hello， 係你好 ，So 見自己見唔到大家個樣啦，但係都係大家好嘅。好啦，咁啊跟住咧就欢迎嘅咧就系吴怀世啦。咁啊上个星期咧，其实 Wilson 咧就指挥咗香港管弦乐团啦，同埋咧啊我哋香港艺术节无限量咧嘅一场音乐会嘅录影，咁啊迟啲会有得睇啦。咁咧而家咧 Wilson 咧就翻咗首尔啦，咁咧佢咧就系首尔爱乐乐团嘅副指挥 Wilson。系，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咁啊，两位指挥咧嘅音乐会咧喺嚟紧咧第49届香港艺术节嘅网站度播放啊！咁啊，大家咧就快啲去登记咧，就去睇呢两位指挥大师嘅吓呢位年轻大师嘅action 啦！咁啊，呢一个咧音乐会咧就系免费注册嘅，咁所以咧就请大家咧去留下呢一个网站度咧去到注册啦。咁啊，两位咧将会咧就喺我哋嚟紧有两场嘅音乐会啦，咁啊。介紹一下兩位嚟緊喺藝術節度會播放嘅曲目啦。咁啊，首先咧就有陳以霖咧就指揮安特衛普交響樂團啦。咁佢哋嘅曲目咧就包括咧有馬勒嘅，咁啊原本咧就係第一交響曲嘅裡面嘅其中一個樂章咧就係白花啦 （Blue Mini） 嚟啦。咁啊，仲有咧就係肖斯達高維涉嘅第一大提琴協奏曲，咁同埋咧就係咧貝多芬咧，嗰陣時咧係雖然係第一交響曲，但係咧都已經去表現到貝多芬個性嘅呢一首 C 大調第一交響曲嘅。咁啊，阿 Elim 之後咧，下個星期咧就會係咧到阿 Wilson 啦，吳懷世咧就會同首爾愛樂樂團咧就演奏咧，同樣咧都係嚟自德國同埋俄國作曲家嘅作品，咁啊分別咧就有布拉克嘅帕格尼尼主題管弦樂變奏曲啦。咁就有 Scriabin 啦，史克里亞賓唯一一首嘅鋼琴協奏曲，同埋咧就係亨德密特啊。咁佢最著名嘅呢一首管弦樂作品就係畫家馬賽厄斯交響曲。咁兩位咧，其實咧而家咧都係咧一位就係喺Antwerp 啦呢一個地方比利時嘅一位樂團嘅指揮啦。而家咧就吳懷世咧就喺首爾啦。不如咧先開始傾偈嘅時候咧問咗以廉先同我以廉你就係喺比利時嘅 Antwerp 啦。雖然我知道你而家身處比利時，你而家身處邊度嚟噶？我而家身處喺法國，我喺一個地方叫 Lille 嗰度做嘢嘅呢個禮拜。將會同法國嘅樂團合作啦，跟住係啦呢個禮拜。但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其實比利時 Antwerp 呢個地方其實係點嘅樣嘅生活係點樣？這個地方有啲咩特別嘅呢、這個地方？我諗大家如果諗比利時啦，都係會我諗第一樣嘢會諗到嘅係朱古力啦。咁係一件且確係好出名嘅。咁所以我每一次即係我唔係住喺 Antwerp， 但我每一次去即係去 Belgium 去 Antwerp 嘅時候，我一定係會去去即係去曬啲所有去買朱古力嘅鋪頭啦，因為其實係即係講真係比利時嘅朱古力係真係好出名同好好食，同埋真係佢嗰個傳統係好有即係嗰個係基本上係一個藝術嚟嘅，佢哋點樣整朱古力咁， okay， 所以我仲想問有咩咁好食添？咁啊咁唔係淨係攞嚟食嘅，唔係淨係攞嚟食，係成個簡直佢哋嗰個即係。整已經整得好靚，即係你望住你都覺得究竟係咪可以食嘅咧？咁咁係咁所以我都係真係咁所以係朱古力啦，好出名。咁講淨係朱古力咧，其實基本上所有嘅甜品 pastry， 其實 Antwerp 其實好多好好嘅餐廳。咁所以亦都係即係其實基本上我諗成個嗰個地方其實係好好好識享受啊。
所以你可以喺好多地方揾到即係如果你真係講朱古力，講好嘅麵包，講好嘅飲啊食啊，其實即係雖然講香港當然都係好出名啦，即係簡直係飲食天堂。咁但係即係我諗 Belgium 係一個同一時間你可以揾到好多唔同種類、唔同地方、唔同文化嘅一個地方，哇！喺呢一係啦。個，我哋香港就夜晚8點鐘啊，Wilson 你就係夜晚9點係嘛？呢、這個時候系講嘢啊，食，我覺得真係好過分，好肚餓，即刻覺得好，即係個肚即刻打晒鼓啦。咁啊，Wilson 頭先都講咗啦，你就喺首爾啦，而家嚇翻去即係韓國嘅首都。系首爾隔我相離信緊，香港嘅隔離係咪啊？因為啱啱翻咗嚟咗香港係咪？系啊系啊，隔離緊14日而家。哦，所以喺屋企度隔離十，咁你之前嚟香港就已經隔離咗21日啦，跟住翻到嚟又要隔離14日啦。咁啊，首爾我相信對於香港嘅朋友，嗱我哋就冇旅行去啦，而家全部都啊邊度都去唔到。但係首爾對於香港朋友就應該熟悉啦。咁所以好多嘢買啦，好多地方去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喺首爾度即係做嘢同埋生活咧，有冇一啲地方你係覺得啊，即係香港人未必知道係有趣嘅嘢，你會覺得啊，其實啊真係好得意喎呢個地方。我又覺得唔會係香港人知道嘅，因為始終我諗我未睇過統計啦，但係應該首爾同埋 Tokyo 都係香港人最其中一個最喜歡去嘅地方啦。即係如果講旅遊嘅話，咁所以你話香港人唔知道咧，我因為我其實都唔係好 outgoing 嘅，雖然免我費通住常呢都系度。唔系好特别，即系唔系好特别会走出去行即做游系客等先。于系等于我嗰阵时喺巴黎读书，我系未上过巴黎铁塔一样，即系吓？未系啊！即系我系一个唔系 outgoing 嘅人啦。咁所以你问我咧，我就唔系话好熟，但系即系我反而咧就会好 enjoy 即系讲生活啦，唔系讲旅游啊，唔系讲旅游景点啦，但系我就好 enjoy 佢嘅传统文化啦。其實我而家呢度係住咗3年啦，今年係我自己好深深感受到嘅咧，就係佢哋其實遺留咗落嚟嘅亞洲人嘅傳統文化啦，即係你無論係中國又好，你講到日本又好，其實我覺得佢嗰、那個即係 Guardian of Asian Culture 咧係好根深蒂固嘅，亦都佢哋好保護自己嘅文化啦。咁所以呢方面，我就覺得我自己作為一個artist 嚟講，我就學咗好多，即係where do I come from？因為其實我同 Alim 都係我哋三個其實都係喺香港長大啦。咁好多時，我覺得香港對我嚟講咧，就係一個好 international 嘅 city。咁好有時會唔係太感受到所謂嘅亞洲文化嘅，因為我唔知 Alim 你同唔同意我嘅講法，但係我反而就喺呢度好感受到，we are in an Asian country 咁樣嘅感覺，咁所以呢一樣嘢係令我思考咗好多嘅，即係因為作為一個亞洲人，點樣去玩 Western music？有啲咩係我哋有嘅，有啲咩係我哋冇嘅，或者有咩需要學習嘅，有啲咩係我哋俾人優勝嘅，我覺得呢個令我即係有少少知己知彼咯嚇。我谂啊，系咯，有观众朋友而家喺 Facebook 度都有讲啊，即系韩日，即系文化都好尊重。其实可能我哋去翻出到去出边，会更加会觉得即系啊，尤其是古典音乐啦，我谂喺欧洲又系啦，大家会好特别地去保护佢，同埋会尝试去成全啦。咁我哋作为香港嘅文化人又好，音樂人又好，其實即係好似習以為常，但係原來去到第二，我即係就好似亞洲人嘅身份都好，但係原來我哋啊，即係呢啲音樂好似對我哋嚟講係啲外國嘅嘢，但其實大家都好愛去保護佢咯。其實係所以亞洲人嘅身份當然係特別啦。嗱，我其實都準備咗好多問題咁，但係咧其實我哋跟住落嚟咧嚇除咗我同大家傾，即係同兩位傾偈之外咧，都歡迎咧聽眾朋友咧就問Elim 啦，同埋啦 Wilson 嘅問題嘅。咁如果我哋見到問題咧，我哋咧有機會咧都可能喺之後節目
晏少少嘅時間咧，就讀出嚟咁樣問下兩位關於音樂路上嘅意見嘅事啦，同埋就或者有啲乜嘢可以俾到分享到俾我哋聽嘅。頭先有講話對於音樂即係對於音樂好保護啦，對於文化都好保護。喺外國嘅樂團裏面嘅工作咧，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你平時作為一位指揮或者作為一位樂團嘅領班人你要準備啲乜嘢？你的功夫是什么？你日常生活里面要做的大概会是什么？Alim先。好啦。我想其实即如果要这样说，就做一个 music director， 因为我是 chief 啦，在 Antwerp， 其实那个工作是除了即叫做 跟平时去一个地方 guest 是很不同的。當然那個功夫你要準備，即係學去嗰準備嗰個樂曲係一樣啦。即係你要之前去讀譜，係咪？講緊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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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鐘嘅讀譜，同埋有時夜晚都唔使瞓。如果即係真係要爆得時間，咁嗰個功夫係要做啦。咁但係做一個領班嘅指揮咧，咁其實嚟話好多時候我係好多要爆多時間去開會啦，去同即係去傾究竟可能嚟緊嘅樂季要演咩曲目咧。咁好多其實即係我諗嗰、那個。decision 上面我是其实基本上是我是其实是我是同时间是 management 又是 musician 的一个角色咯。咁亦都当然讲緊即是如果好多的decision 要去决定的时候，咁来讲今次今年咁，咁突然间有个即是 pandemic 的情况，咁好多突然的改变啊转变啊，咁好多都是其实需要去即是我是在这个决定上面都是要跟大家一起去谈啊，去讨论究竟哪一个决定是最好呢。还有跟着都要决定就是讲很近的就是一些的决定，还有要看啊，接下来三年我想将我乐团带去哪里呢，五年我会想将那个会有一些大的 goals。 那其实是这些都会是其实我的其中一种其中一个很重要 的工作咯。咁所以其实是即如果好像讲感情咁样呢，即其实基本上我是其实同这个 orchestra 是一个长期的，即是个叫做 long term relationship。咁好多嘢其实当然即要认识每一个 musician 啦，其实都是功课嚟嘅。因为其实讲緊你是同呢一啲人，你是同成班 musician， 你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见佢哋一个礼拜。咁有时如果去 tour 咁就两个礼拜一起，咁即系你会 in a way 系好似变咗屋企人咁样咯。咁即系其实即系，所以音乐有时大家都会讲笑嘅就系、是，有时指挥咧1% 最尾系音乐，然后99% 基本上系人嘅工作咯。咁其实系好真嘅，因为其实系你基本上系同紧100个唔同嘅人，有唔同性格，系你要深刻要佢哋大家一齐喺个台度同意一样嘢。咁系，所以个工作要认识每一个人系好紧要，系啦。即系原来其实即系头先讲1% 先系音乐，99% 系人嘅话，即系同可能同我想象中都有啲距离。即系我谂50-50都已经少，即系因为50都已经系丢啦。如果50-50，我要好高兴噶啦。系啊。嗱，Wilson 咧，我认识 Wilson 咧，其实佢得闲嘅时候就喺度系睇谱。即係見到佢嘅時候，一定係揸住份譜喺度咪緊份譜。你會唔會多1%、2% 多？因為你睇譜時間多啲，所以你有多少少時間去喺個音樂度咧？嗱，我必須承認咧，就係Liam係慘啲嘅，因為佢係 chief 啊嘛。咁我呢度咧，即係雖然我都有我嘅 routine 啦，咁我都會涉及到人事嘅工作，都會涉及到上節目上安排嘅工作。咁尤其是就係 pandemic 上年啦開始啦，亦都係會更即係比平常應該要有嘅嘅 administration 嘅工作係多咗嘅。咁但係我必須承認就係呢、這個我都仲可以有啲距離先，因為我喺首爾外我係一個副指揮啦，associate conductor。咁所以咧我都仲可以話哦呢、這個我唔知道，你問翻我老闆啦。因為我有一個老闆就係我個 music director Osmo Vanska 啦，係咪？就我可以話誒，你問老闆啦，你冇問我。咁我哋仲有一個就係artistic advisor， which 係好好彩嘅，因為佢個名係 Wolfgang Fink。咁Mr. Fink 啦，Wolfgang 啦，佢就之前喺 Bamberg
喺 Sydney 嗰度做CEO 啊，或者係做一個高層啊。咁佢而家係我哋嘅 advisor。咁所以好多行政上面嘅決定咧，都係經過佢啦 ，artistic 嘅決定都係經過佢。咁所以變咗有好多嘢我都仲可以抽身翻哦。我唔知道，我專心翻我自己嘅 study。你問佢啱啊。咁都仲有呢個空間，所以我係 great 嘅，尤其是聽完 Elin 嘅分享咧，我係 grateful 嘅。但係 Elin 講咗一個 point 就係話，即係作為指揮，其實你要了解每一個 musician， 令到你砌出嚟個聲音係你想要嘅聲音。而 Wilson， 我認識嘅你都係好即係好敏感呢一啲嘅聲音嘅，即係 I mean 樂團嘅聲音又好，係音樂廳嘅聲音。你需要花幾多少時間同呢啲樂手同佢哋？去到令到你佢哋做緊啊！我要呢一種聲音咁樣。如果講到 pure 音樂上面嘅聲音咧，其實我自己個人咧就好少會去講嘅，因為我發現咧就即係好多時咧就講多錯多。我唔知道 Elin 覺得啱唔啱，但係咧我就覺得講多錯多，所以如果講聲音咧。我嘗試去用我哋嘅肢體嘅語言去形容咗先咯。如果真係唔得嘅時候，咁就因為你一講比喻嗰啲嘢咧，唔係唔好啊，但係有好多時咧，有開始就有意見，好少會人對你嘅身體肢體有咩意見噶嘛，即係最多唔好睇嘅，即係話你嘅。但係你一講嘢咧，就係咯。我唔知道，你 Elin 你覺得咧？我好同意你講嘅，我覺得在音樂上面有一些東西你講了呢就沒有意思了，你會沒有空間那個想像空間 去明白，但有一些東西就一定要講，即也都其實有些東西也會回去，如果剛才你說工作上面 routine， 有些東西就真的如果個 chief 呢是有些東西真的是個 chief 要講的，例如說如果當比喻例如第一小提琴，如果有些音呢永遠都走，或者你知道有些功法或者有些東西如果你不執呢沒有人敢出聲的，有些位置做 chief 就一定要委任塊面講的，那些即是講的一些東西一定要去很嚴格 去執，但有一些東西例如講緊聲音或者講緊timing 啊等等那些東西，你我很明白，就是 Wilson 那些位置就真的要 in the moment， 還有就是你用你的刻那個你的一个 gesture 或者有时一个眼神，咁就会发生或者唔发生，有啲嘢冇得逼嘅，系咯。咁但系即系如果讲翻，如果可能头先 Dennis 你都讲啦，即系其实因为我作为一个 chief， 有一啲嘢咧系你话有一啲乐手真系需要，可能系要你要多啲望佢嘅，或者有啲乐手需要你，即系需要你深敲话你可唔可以咧？已经前几个时候你已经俾个 beat 我，咁即系需佢可能有啲人需要多啲咁嘅信心，然后有啲人咧就真系好 OK， 你唔需要担心嘅，系咯。咁呢啲就系经过时间你明白你认识佢哋啦，你就知道点样 work 咯，系啊。咁 Wilson 应该都会有呢一种即系，因为呢个我头先已经都有讲个 point， 就系其实似乎即系指挥系一个人与人之间嘅一个互动多。即音樂當然是重要啦，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都相當重要啊。其實都你都看到我的會心微笑啊，喺邊度講？唔係，但係Elin 都講得好清楚，即係佢係 chief 嘅時候有呢個責任，同埋亦都佢有呢個 power。咁但係即係我唔知Elin 嘅 orchestra 係點樣即係點樣去運作 contract 啦。咁即係講起。講緊我咁樣，咁即係雖然我係一個 artist， 但係我都係做緊份工，即係有時即係我都要知道邊條係界，邊條係我咩嘢應該講，咩唔應該講，咩可以留翻俾個音樂總監管咧呢啲嘢，或者呢、這個啊唔得啦，真係好影響我個音樂會，我唔講得啦，佢炒我都要講噶啦，咁樣係啦，係啊，係咯，即係都有呢個咁樣嘅情況嘅嚇。嗱，講人就可以講好耐啦，咁啊，跟住咧想轉一轉話題先，因為今日咧其實仲有幾個話題想講，除咗人之外咧，當然就係音樂會啦，嚟緊有音樂會啦。其實咧頭先都介紹咗跟住嚟緊咧香港藝術節嗰場音樂會嘅嗰啲曲目啦。好有趣地咧，就你兩位準備嘅音樂咧，都係德國作曲家嘅交響曲。
然后呢都是一个俄罗斯作曲家的协奏曲。咁啊，阿 Elim 指嘅就系苏格贝塔指拉索斯托科维奇肖斯塔科维奇啦。咁啊 ，Wilson 咧就系林东克弹呢个 Scriabin 啦，史克里亚宾啦。呢、这个曲目点得嚟噶？我想问。Wilson 你嚟先啦。两位都是，我觉得很有趣，两个摆埋两个曲目，嗱，我哋冇夹过噶啦，系咪好明显？即系问你哋有咩曲目就攞翻嚟啦，我哋啊最近有咩音乐会啊？可能有，可能我都唔OK， 可能有嘅，可能有嘅，我可能有嘅，唔知道啦，系咪？但系即系我觉得打俾 Elin 问佢啦，倾我晒。嗱，唔系，但系其实我自己觉得咧，我自己觉得好肯，即系 I mean 好睇到你两个嘅。那個風格啊，即係諗邊？你譬如我中意呢一啲嘅交響曲，我中意呢一啲嘅類型嘅音樂。咁當然嗱，我哋頭先喺之前開麥之前傾偈就都有講少少疫情嘅影響，我哋可以之後再講。但係即係你係好似係好你哋嘅曲目啊，即係啊係真係你哋好中意好拿手好嘅嘢。但係好得意喎，係協奏曲就係 Russian 嘅交響曲咧，就係呢一個呢一個。German 嘅嚇，即係Russo Germanic 啦嚇咁樣，又浪漫嘅，又係多數都係嚇。咁我講咗嗱，一個喺Elim 嘅 position 唔會出現嘅情況先，就係我選曲嘅時候咧，我有好多，我有幾 territory 我係唔可以掂嘅，因為我有個老細啊嘛。咁我嘅音樂總監咧，就譬如 Beethoven， 即係Elim 指嘅 Beethoven， 我係唔可以指 Beethoven 嘅。即係喺當然啦，喺 pandemic 嘅時候都唔同啦，因為我上年的而確指咗兩個，但係如果我哋講到好啦，而家我哋即係喺首爾嚟，我哋係正常翻少少啦。咁我哋有音樂會嘅時候咧，咁 Beethoven 我盡量係唔指 Mahler， 亦都Elim 揀嘅 Mahler 我亦都唔可以指嘅。Sibelius 當然亦都唔得嘅，因為呢、這個就係我啊 Osbo 嘅首本名曲啦，係咪？咁所以撇除咗呢啲作曲家之后，咁我哋就开始谂啊，究竟我要接咩啦？咁我嘅情况咧，好多时我就会尝试去学一啲或者去演出一啲比较冇乜人演奏嘅曲目，而我自己系好喜欢嘅。咁我个即系交响曲嘅下半场啦 ，Hindemith 啦，因为我喺三年前喺Jungadorf演奏过。咁我亦都好中意呢首作品，但系呢首作品就非常之冷门嘅喺亚洲嚟讲。系咁但系我又觉得好适合，因为咧而家因为 virus 嘅关系咧，我哋乐团嗰个大小唔可以太大啊嘛，因为有 distancing 啦，每个人坐嘅时候，咁所以变咗咧我想揾一首有红妆嘅地方嘅，亦都有啲好唔同嘅 colors 嘅。嘅時候咧，其實都幾 tricky。咁咁啱，啲首嘢咧就可以配合到我想要嘅要求啦。即係因為佢係非常之 colourful 嘅嘢，但係咧好特別嘅咧就係佢嘅寫法就係好多時 brass 吹緊嘅時候咧，弦樂就唔拉嘅，弦樂拉緊嘅時候咧 brass 就唔吹嘅。即係佢有好多呢啲咁樣嘅 passage， 咁就變咗好適合我哋strings 可能少啲人。咁但係咧，亦都唔會俾人改 call 咗咁樣，咁亦都有翻 brass 吹嘅時候嘅紅裝咁樣。咁我經過呢個 consideration， 我就揀咗呢個 symphony 啦。咁但係上半場我其實都係揀嘅時候咧，都係靠住個 concerto 嚟揀嘅，因為我哋之前同阿Dong Hyuk 已經去過一個 Russian tour， 咁佢都係彈嗰首作品。咁我哋本身就好中意嗰首作品啦，咁佢亦都彈得非常之好。咁我就好想但係我哋去 tour 嘅時候喺 Russia 演咗，嗰陣時唔係我指揮嚟嘅。咁但係佢演咗，但係佢冇喺首爾演。咁我好想將呢首作品帶翻首爾俾share 翻俾我哋嘅聽眾啦。咁但係因為佢係一首佢 second movement 好特別嘅，佢係一個 variation 嚟嘅。咁好少 concerto 嘅 second movement 係一個 variation， 所以我就抽咗呢個 variation 嘅諗法出嚟，就開場咧嘅時候就用咗 Boris Blaha 嘅Paganini 嘅variations， 咁就即係做一個連接咁樣嚇。呢個就係我嘅你一次過已經講曬成個音樂嘅佈局，唔係對唔住，好多謝你，簡直係犀利啊！原來係咁樣嚟，尤其是我諗你講 Hindemith 喺香港係好冷門，但係。原來那個考慮有啲咁實在，即係頭先你講嗰個叫做
有啲 social distancing 嘅原因係因為咁樣，人又好似可以稍微少啲，但係又做到個紅撞嘅效果。啊，的確係，即係的確呢一個係一個好妙嘅選擇，其實我覺得係。嗯，在这个时候呢，不如呢，其实有少少音乐播给大家听的，所以呢先听为快呢，就听一下呢，就是接下来吴怀世指挥呢，就演出呢亨德密特的交响曲，就是画家马赛亚斯的选段先，我们不如去边。剛才聽到這個是齊奏第三樂章的部分，奏緊那個就是那個圓號的旋律，就是來自這個素歌 Ping Chant， 就其實都是，即是一個很其實你就這樣聽，我不覺得像是一個小的樂團的，我一直都覺得這首是一首 很大型 的作品。有位觀眾 Eileen Choi， 其實他本身都是一位指揮，說多謝 Wilson 呢，就怎樣 break down 是整個為什麼會選 Hinden 的這個，多謝你先。Eileen 就由馬勒開場，馬勒那首的Blue Mini 呢，即是白花呢，其實都在香港都少聽，其實都真的，即是少會 program 的，就亦都其實馬勒香港好多人中意聽啦，咁但係即係呢個作品又係係香港少，即係同 Hinden 一樣都係好少人。好啦，咁輪到你咯，點解會揀呢首作品嘅？點解會係其實又係好得意嘅，因為又係又有少少叫做因為嗰個疫情，跟住嗰個台上面可以擺到幾多人。咁其實係成個 program 講真，其實係亦都改變咗好多嘅。咁其實如果講一開始咧，這個 program 咧係本身係 Shostakovich 嘅 Cello Concerto 啦。咁本身唔係 Soga Beta， 本身咧係Truist Mock， 咁又係即係大提琴，即係大師大師啦。咁跟住咧就下半場咧就係 Mahler 一。咁本身係咁就咁兩首嘅啫。咁但係當然疫情發生咗咧。咁 Mahler 一係完全發生唔到啦，因為太大，咁所以要改啦。咁跟住亦都加埋Truist Mock 又係好多即係佢嚟唔到啦，因為嗰個疫情嘅影響。咁所以突然間咧，其實係都拿手唔成勢，點算咧？咁因為咁咧，就我就唔想咁快放棄 Mahler。咁所以就喺嗰度就開始諗，咦？咁有咩可以玩？亦都即係有咩 Mahler 嘅作品可以用細啲嘅乐团去玩咧，咁所以呢一首歌，咁所以其实咁但未谂到 Mahler 之前咧，就即系我就好快就讲，不如就玩贝多芬嘅第一交响乐，咁佢系一首我好中意嘅一首交响乐啦，咁亦都其实系同时间咧，即系谂起啲 Shostakovich 嘅大提琴协奏曲咧。咁我哋大家會成日都會諗，即係 Russian 係嘅音樂係好好 powerful， 好 deep， 好 strong， 好多好 dark 呢種咁嘅聲啦。但係其實呢一首協奏曲好多時候你會聽到就係有少少好似望翻有少少 neoclassical 嘅嗰種感覺嘅，會有啲位會覺得咦，其實 Haydn 會中意聽喎，即係你會突然間聽到呢一種嘅感覺。咁其實喺呢一度。一想起同埋有時同蘇，咁後尾間咗蘇嘅 Beta 嚟拉啦，咁佢都即係討論呢一首曲目嘅時候，咁佢都話即係當然啦，即係 Rostropovich 俾佢嘅影響力都好大，咁但係佢即係多經過好多年去拉呢首 Concerto 之後，佢都話其實可唔可以拉得輕，即係 light 啲咧？咁所以一咁樣講嘅時候，同埋可以成首曲目可唔可以 transparent 啲咧？
即系咁你一谂嘅时候，就所以突然间 Beethoven One 咧就 make sense 啦。咁所以其实系咁样砌出嚟，跟住我翻翻去谂，咦？如果有咁样嘅即系呢个 size Beethoven size 嘅 orchestra， 跟住 Mahler 嘅 Blooming 咧就 make sense 啦。咁其实除咗香港即系呢一首曲目系都好难好少听之外咧，其实喺欧洲都系，因为呢一首曲目基本上即系你讲咧系。本身 Mahler 寫係即係叫做擺喺 Mahler 一入邊，咁但係之後佢就將呢一個 movement 即係拎咗出嚟，因為結果係somehow 唔夾啦。咁但係即係好多時候好多指揮都唔會，即係有時演咧都好少話會演埋呢一首呢一個 movement。咁亦都就覺得同一時間少少就係即係 Wilson 嗰個 reason 啦。咁就到即係其實就係一個好好嘅 occasion， 將呢一首好少人聽、好少就。嘅一首曲目咧，可以開即係做一個開場咯。嗯，同埋你喺 ，sorry， 你喺呢個錄嘅時候，你已經知道要喺藝術嗰度播啊，定係你未知道嘅？未知㗎，未知道。係啊。咁你哋錄咗先係原本嗰個即係喺翻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播翻出嚟嘅。嗯，係啦，係啦，哦，係啦，係啦，咁同埋亦都亦都講開，即係其實好多嘅時候問好多成個 orchestra 邊個拉過呢一首即係 Mahler 啦，基本上我諗得五個人係知道呢一首曲目咯，所以其實對個 orchestra 嚟講都好似新嘅作品咁啊，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好嘅發現咁咯。即係喺疫情之前，其實大家都未必即係喺我諗聽可能聽過嘅，但係即係未必就算喺正常嘅。roster 入面会揀呢一首曲目，佢、啊、可能要喺个 program 上面要转进，即系转进功夫先至会特登揀。譬如话系啊，我会摆埋呢个。好多时指挥就会通常就会系，譬如话系第一交响曲嘅马勒嘅第一交响曲，不过就有埋 Blooming 咧，咁样就加埋落去咁样，咁就唔会特登抽起出嚟话、啊。但系你嗰、那个、那个谂法就系三个都第一啦，即系叫三个都系第一、第一、第一，即系马勒嘅第一本来嘅第一交响曲嘅第二，就系、是、中间嘅钢琴啦。系啦、啊、，Cello Concerto 都第一，虽然系晚年嘅作品，系。Beethoven 嘅第一就是早年嘅作品啦，咁但系即系好似三样嘢夹埋一齐，又好似嗰个感觉上系好归一咁样。嗯，嗱，咁喺呢个时候咧就听完头先听咗 Wilson 嘅选段，咁我梗系听埋 Elim 嘅选段啦。咁啊跟住嚟听咧就呢、這个就系Elim 嘅音乐会选段啦。咁就拣咗咧就系当中演就系马勒嗰个白花嘅其中小部分嚟俾大家欣赏下。真系想听埋落去添，其实唔系我都想倾嘅，但系个音乐好好听。咁当然啦，呢、這个音乐会其实咧，大家都会有机会睇到咁啊。再提一提大家啦，咁啊，陈以霖啦，同埋吴怀世指挥嘅音乐会咧，其实咧喺香港艺术节网站咧，下星期就会播放。咁啊，大家咧就记住登记啦。咁啊，将会咧就系免费注册。咁啊，提一提大家咁啊，就记住咧去香港艺术节嘅网站里面咧就登记嚟到欣赏啦。咁其实咧头先都有一路都会提到啦，就呢一个嘅今晚呢一个嘅节目咧，就其实欢迎大家提问啦。咁我见到已经有啲问题嘅，咁啊一阵间咧就留翻。少少問題啦，咁啊可以俾大家咧去同 Elim 啦，同埋 Wilson 啦發問啦嚇，傾下偈咁啊，講下一啲音樂啦，或者講下對佢哋對於音樂嘅心得嘅，咁啊唔好客氣啦，咁啊大家記住再講 Clubhouse 講多啲，我哋等睇下佢哋得唔得閒先，你知指揮係。
99% 时间是对住个音乐咁样。我觉得其实指挥系系喺个脑里面系不停咁谂音乐嘅，同埋系即系成日都系望住乐谱。其实啊，点解睇住份乐谱嘅咧？乐谱有音乐嘅，有声音嘅咩？咁样即系对于好多人嚟讲，可能都会系一个问题嚟嘅。不过我谂问唔好问音乐住，我想其实好有兴趣知道就系、是其实本来咧，你哋2020年嗰个乐季，即系本身。上年的2020的樂季和你本身去到2021年的時候，即本身你想著那個音樂會 的情況是怎樣，對於你們來說、這一年的感覺是怎樣，是不是很尖鋭？不是，因為我已經忘記了，我忘記了原本是怎樣。哦，原本是怎樣忘記了。是因为即系变得太多，我仲记得我哋印咗本 booklet 出嚟 ，on Elevator 系完全冇跟嗰本 booklet 去做，系，因为我哋嗰个 booklet 咧系由即系我哋 season 系1月开始，12月完嘅，即系我哋冇一个唔系9月开始咁样嘅，咁所以基本上就成本都冇睇过，冇用过，冇跟过，暂时冇发生过。系发生过，所以系咯，我都即系真系变咗一个见步行步嘅 situation 系嘛，咁但系音乐上面结果啦，而家翻转头，而家你去到呢、這个即系4月7日呢一日啦，咁样结果依家在音乐上面有冇得奖咧？喺即系呢大半年一年。年幾的時間在音樂上面有沒有一些事，即是剛才我們聽到一點已經說、那個 program 原來要這樣想的時候，我可以想到一些、這樣的 combination， 還有、那個考慮到可以是做到這件事的，有沒有一些、你、剛才沒有提到的、但是你覺得很有趣在這個即疫情底下的音樂會原來是這樣 的事。我本人就在、即當然我係學咗好多疫情下先可以演到嘅作品啊，咁樣亦都會深究咗哦，邊啲作品個透明度比較高，邊啲作品個透明度即太實啦，個聲減少咗 strings 真係唔 work 嘅。咁當然呢啲上面有得著啦。但我諗如果你講得好 general 咁樣咧，我覺得疫情之下其實邊個可以？保持一個 positive 的心態啦，其實那些人就其實我覺得是可以 benefit from 疫情的，因為講真即雖然我又不是說指揮指導很忙，忙到好像很忙很忙的那種即疫情之前，但是即有疫情的時候，其實我想我們每個指揮家的那個準備功夫啊，或者準備的時間都一定是多了啊，我覺得在這個這樣的，即是給自己充裕的時間 去吸收每一樣東西 的環境之下去學一首作品呢，當然是即對自己有很好好得著，還有會思考多了很多咯，思考很多或者甚至 philosophical question， 即是我們演奏音樂是為了什麼呢，或者為了誰呢，或者即這些問題都是非常有益的，因為你要知道你的目標是什麼，即對我來說啦，即自己為誰個演奏，或者為什麼演奏，為什麼一個 symphony orchestra 或者一個 symphony 需要 exist， 才會做得好。甚至有時候可能剛才 Elim 有說，我們即是說有沒有觀眾的問題，都已經在對於大家來說可能個演奏的心態已經要調節了，是不是 Elim？ 是。同埋我都好明白Wilson 讲头先所分享嘅所有嘢，即系其实都但我都会谂埋就系、是、其实系同咗 musician 嘅沟通系多咗嘅，因为其实系即系有啲人系如果比较乐观系比较 positive 嘅，即系佢哋即系可能会比较 OK 啦。系即系讲真系真系好艰难嘅一年，尤其是对音乐界即系对艺术界嗰个冲击系好大，即系所以即系自己嚟讲嗰个即系当。我想啱啱開始2020年嘅時候，即係你一路睇每樣嘢都取消、取消、取消，然後所有你本身安排曬嘅嘢全部都改變曬嘅時候，即係嗰個衝擊力，我自己都即係有一段時間都覺得，哇！真係好難受。
咁但跟住你都要爬翻起身，然後就會再諗 ，OK， 咁我哋即係喺呢啲咁嘅改變下面，咁就去 embrace 呢一個可以改變嘅一個 moment。咁但係有一啲 musician 可能就冇咁樂觀嘅，咁可能就需要係即係呢啲時候，我覺得呢一年俾咗我嗰個機會去同多啲嘅溝通咯，因為其實有啲人係真係需要多啲嘅支持，即係去提要提醒佢哋，即係。啊、其实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即有些人可能真的觉得是看不到那个将来、啊、所以他们是需要多一点的关怀啦。其实音乐可以做到这件事，但同一时间那个真的可能一声问候，或者即很多时候我会同可能走去、坐在后面的一些 musician 去聊天、啊、那人其实会知道、哦、原来有几个是即可能很耐成几个月没见到他的另一半，因为可能是相隔异地，跟住加上那个疫情的嘅困難啦，即係你唔可以 travel， 咁所以你變咗，可能佢本身係好樂觀嘅咧，你隔咗幾個月咧，你會見到佢真係掉曬，咁所以你同一句嘅傾偈，可會令到佢好，咁我哋而家就努力，即係 focus 喺呢個音樂上面啦，咁咯，咁亦都同埋冇觀眾，咁所以即係頭先都講，好多時候我哋即係要可能拉啲比較細啲嘅曲目，咁細嘅曲目其實咧對我嚟講係。是困难，但是也是很有益处的一个功课。即是 Beethoven 啊、Mozart 啊、Haydn 啊这些作品呢，其实是有一点像 detox 的一个功课啦。因为呢，即是你会突然间你要真的要去学怎样拉很干净，突然间要很有透明度去拉去听。那突然间你会给了一个空间去做这个训练咯。我觉得所以都是在一个好像讲即是好像见不到人，但我作为观众啦，我哋吓即系好似平时我哋而家叫做冇得去听音乐会，但系其实能够睇到片或者听到个音乐，而个音乐系窝心嘅，系有阵时你就算听 Mala 都好，即系就算听一啲系比较激动嘅音乐都好，但系你会觉得啊嗰阵时就会听得翻喺个音乐里面嗰个意义，原来就算俾翻自己听啊呢、這个就系、是。安慰到我的嘢系一个望到知，即系啊，第日我想有机会，我现场要听多次呢一首作品，我就会觉得啊，呢一个就忽然间多咗个，即系多咗个意义向前咯。即系观众系其实系好明显系都系等紧去听到音乐，同埋系呢啲音乐系俾到观众系好多唔同嘅，佢个人有个人嘅意义咯。我觉得系。咁係啦，嗱回望咗一年啦，我哋頭先回望一年啦，咁我都係呼籲下大家留問題啦，我已經準備咗一兩條問題喺度準備撳出嚟，但係最我 before 呢、這個剔觀眾嘅問題之前咧，望遠多少少先，問啲老套啲嘅問題，即係我可能兩位都答咗好多次，其實或者好多訪問都會問，其實你幾時喺人生乜嘢时候决定要做一个管弦乐团嘅指挥嘅咧？嗰、那个时候系谂紧乜嘢，做紧乜嘢，系点解会咁样嘅咧？我先，我谂咧，我希望我一定我知道我唔系第一个啦，系会咁样做嘅。但系咧，即系我谂我细个咧，我谂睇呢一个迪士尼呢个幻想曲。咁咪見到米奇老鼠咪戴咗頂魔術帽，跟住就亂揈啦，喺度偷咗支魔術棒，跟住就，然後我就聽到杜卡嘅《Sorcerer's Apprentice》。咁呢一個即係當我幾歲嘅時候，一個細路女聽到睇到呢一個卡通咧，我諗嗰個我諗係留咗好深嘅印象啦。咁跟住我跟住做嘅嘢咧，就係跟住我會拎咗支筷子，然後就企咗喺張牀上面，然後就開始自己喺度揈啦。是啊，即是我想即那个然后开始去听到很多不同的，因为我爹地画画的，那我爹地画画的时候就会播 CD， 那我就会在他画完之后就会走去抄这些 CD 来听回，那跟着就会在那里揈咯，就跟着会自己在那里跳啊，跟着个 music 啊，这样。那其实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在想我想做这件事，但是当然是完全没有 no idea。去究竟點樣行嘅？但如果即係你要諗，你要問我第一個第一次覺得會咁樣諗啦，係嗰時候咯。好多人都會係因為聽幻想曲或者幻想曲二千啦，即係年紀輕啲嘅知道係就會係做即係做音樂家或者中意咗管弦音樂咯。但係哇，做指揮嘅話就真係好犀利嘅，即係如果係即係嗰陣時因為係。
你係覺得嗰、那個米奇老鼠嗰、那個點講咧，好似一個魔術師咁樣，即係好似小巫師咁啦。雖然佢闖禍過嘅，其實佢係 Alien 係完全冇諗過係 99% 最後係人一手真係咁。所以之後好大鑊，原來係咁樣。跟住係原來所有人都唔聽講嘅，指嚟指去嘅時候，其實你就咁演嚟嘅就唔得。所以你不是小巫师，你要令到他们做的大巫师才得，要是的。哇，那个真是经典的电影，未看过的一定要去看一下，就是这个我想很多很多对于很多古典音乐人都有很大影响的一套电影，就是迪士尼 Fantasia。 那 Wilson 呢， Wilson 会不会去到这么遥远，就是讲到好小个。我没有的，我的指揮的 initiation 是其實是跟藝術節有關的，因為我當時小時候，是 我自己有一個，即是在香港來說我有一個目標的，就是很想在香港藝術節有自己的 recital。 那我因為我當時經常都看藝術節 的節目啦，那見到很多 poster，那我就有這個這樣的奇想，那我就設定自己的 target， 就是可不可以在30歲之前有 recital 啊，那最後咧，藝術好好咁俾咗一個機會我。我喺23歲嘅時候咧，就自己入曬圖。咁本應就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同埋又早做咗好多啦，係嘛？咁但係咧個 recital 好好嘅一個經驗啦。但係完之後咧，我係有少少depressed 嘅，因為我就覺得好似完成咗自己一個人生嘅夢想，好似飲咗杯水咁樣啊，即係完咗噶啦，即係原來一個完成一個目標就係咁樣啦。咁即係覺得咧有少少好似係咪我目標有少少唔係好正確，或者唔係正唔正確嘅問題嘅，即係可能長遠啦。咁之後就去 search 自己嘅真係中意啲乜嘢，或者我想帶俾啲 audience 乜嘢咧？咁就最後用咗幾個月時間之後 realize 到，其實我 flute 咁耐以嚟，其實我唔係想要一個 recital， 我唔係想做一個 soloist， 我最想就係喺 orchestra 裏面，我最 enjoy 就係喺 orchestra 裏面，to work with people 同埋 to enjoy 個 opera repertoire。 咁但係之後就發現其實會唔會係一個指揮嘅身份會啱適合啲咧？如果想我真係咁中意呢一樣嘢嘅時候，咁係啦 ，initiate 咗去嘗試呢一樣嘢。所以那个目标其实都很清晰，即之前的目标是一个 recitalist 啦，所以在之前是2011年，是应该是就在香港艺术节度有个场地独奏会啦，那个就是咁跟住咧就系原来系即系原来系过咗嗰个位先，你就话我就跟住嚟紧就系要做指挥，系啦，嗰、那个系转捩点啦，转捩点系啊，系 training 亦都开始咗即系指挥嘅路啦，咁亦都開始咗成為一個，即係兩位都係啦，成為呢、這個國際級指揮，即係指緊國際有名嘅樂團啦，咁就喺國際舞台上面咧就發光發亮嘅。咁啊有問題嘅，我知道觀眾，咁咧我收一個問題先，咁就係阿 Eileen 問嘅，咁就已經之前咧已經 post 咗呢個問題啦，咁Eileen 都是一位指揮嚟，咁我知道佢係一位合唱指揮啦。咁就話雖然聽落去好似一個天真嘅問題啦，但其實喺兩位啊，即係兩位音樂家，你喺指呢一個你哋而家嘅樂團，即係 Antwerp 啦，同埋Sofia 啦，你最主要嘅同佢哋樂手溝通嘅語言係邊種語言？英文。英文，我都系嘅，英文系，唔系可以分享少少，我可以分享一个几得意嘅，可能咧，因为我哋系 Asian country 咧，咁我有一次咧就睇到一个韩国嘅指挥咧，就尝试用韩文去 rehearsal， 咁但系咧，啲乐团成员就唔中意，即系佢觉得哦，英文先係國際噶嘛，係嘛？即係有一個咁樣，所以咧，我都佢完全唔 encourage 咗去學韓文嘅。所以你問我韓文點樣咧，係完全非常之差，因為佢係中意用英文去 work 嘅。嚇，呢個就係我哋咁全嘅 case。
即有啲調翻轉咁啊，所以你佢反而寧願你講用英文，即好似同國際接軌係咪叫做？有啲個感覺。仲想問問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講幾句韓文？即係唔得噶啦，淨係識介紹自己嘅啫。Elim 喺比利時啦，比利時咧。弊啦，比利時唔係講比利時話嘅，佢講佢係講咩話？話係荷蘭文係嘛？唔係，佢哋嗰個其實係啦，叫做係 Dutch 啦，但係佢哋嘅 version 咧就係 Flams， 因為其實比利時係分開有幾個 region， 然後每個 region 嘅語言都唔同，即係你有法文啦，你有叫話荷蘭文啦，亦都有地有一個有一個細嘅 region 係講德文嘅。咁然後英文係同一時間叫做 international 啦，係啦，咁所以其實 Antwerp 係屬於講荷蘭語嘅嗰個 region 咯。咁但係佢哋個 version 係有少少佢哋嘅獨特嘅 version， 係啦。咁但係我會如果講即係叫做如果我開始 rehearsal 之前咧，我係會用荷蘭文去講早晨，或者去講幾句簡單嘅嘢，咁跟住之後，同埋佢哋所有嚟話啲大嘅 announcement 咧，全部都係用荷蘭語嘅。咁但係跟住就音樂開始咧，就講英文啦。但係頭先你講話講嗰個叫做 Flams 係咪？佢係啦，係啦，係啦。嗰個係Antwerp 嘅嗰個地區先講。Flanders 啦，即係其實叫做係啦，係啦，即係屬於荷蘭文嗰個 region 係啦。咁但其實係荷蘭文嚟嘅，都係荷蘭文嚟嘅，都係啦，係啦，係有少少個聲有啲唔同咯，明白明白。但係即係都係即係都係點講咧？即係嗰個即係能夠講，即係你會唔會特登想去學呢一種語言？因為其實我自己住喺咧係住喺Amsterdam， 啱啱住喺阿姆斯特丹，咁所以。基本上我是其实讲翻上年啦，因为即系突然间多咗好多时间咧，我系去咗学荷兰文嘅，因为从来都冇时间做呢样嘢。咁所以上年五月开始就take咗个 course， 咁所以我而家系可以即系如果行入餐厅，我系可以 order 即系用荷兰文去 order。好犀利啊！系，同埋即系但系即系再复杂啲，如果要讲政治、讲其他、讲嗰啲就好困难啦。我通常判別即係個語言程度就可以去餐廳啦，同埋第二就可唔可以嗌，譬如話我想嗌整隻蛋嘅時候係可以生蛋、熟蛋、反蛋，係嗌唔嗌到咧？我想要走倉得唔得咧？咁呢啲我都覺得啦，已經係哇，咁好犀利啦，已經好犀利啊，犀利！咁已經好犀利啦，已經係咁，我覺得喺外即係喺外邊嘅生活都即係都好好有趣啦，咁所以其實都即係啦 ，Homa 就話即係好即係見到兩位 Shining Stars 係嚟自香港嘅，咁啊好開心喺呢度見到你哋啦。咁就我有一個問題仲有想問嘅就係、是、其實都係因為 Wilson 認識 Wilson 見到成日都講見到你咧，你就一定係拿住份樂譜。咁所以想問一下兩位指揮，即係指揮好似個感覺就好多時，頭先你哋都講會花好多時間啦，甚至你阿 Elim 有講啦，你不眠不休其實係讀樂譜，即係要去讀。但係其實我覺得喺音樂嗱音樂專注上面咧，我相信音樂家會比較上熟悉就係、是、譬如話我舉個例係彈琴，你會知道你要練琴要點樣練啦。或者係即係一位好嘅演奏家，你會花啲時間去點去練習一件樂器，或者有咩方法練習樂器。但作為指揮咧，你點即望住份譜就望住份譜嘅啫。咁仲要係冇聲嘅，因為你練習都仲要有聲，可以從個聲音嚟話俾我哋聽啊，呢個好定唔好，跟住會點樣？冇嘅喎，你淨喺個腦裡面望住嗰樣嘢。咁我想問係指揮兩位指揮，其實你點樣去專注喺你個音樂上面？即係你當你去摸咪嗰份樂譜嘅時候，其實你點樣專注嘅咧？你係點樣去準備你嗰個排練嘅咧？Wilson 先啦，Wilson 啊。我谂住你讲嘅时候，我可以有时间谂。唔系，因为 it comes very natural。因为你话有冇声？其实我谂其实我哋系尝试去谂嘅声啊嘛，系嘛？即系我哋睇好多我个乐谱就系一个好似
一個指標咁啦。咁我哋亦都睇好多嗰、那個作曲家嗰陣時個背景啊，作嗰陣時嗰年份啊，佢身邊嘅人啊，咁去睇清楚究竟嗰個樂譜上面其實佢想表達啲咩嘢。因為其實我諗某程度個樂譜其實對我哋嚟講會係一個 truth。咁亦個即係對我自己嚟講，我就覺得係 seek truth 咯。我想以最真嘅最真實嗰一面可以攞到我作家想表達最真實嗰一面出嚟，去 share with the audience 咁樣。咁所以我覺得睇個樂譜嘅時候就係有呢個咁樣嘅 function 啦。咁當然你就係要去除咗背景係我係覺得需要去幻想個聲音啦。呢個我覺得係最重要。你要有一個好強烈嘅聲音。嘅幻想世界，咁之後去到排練嘅時候，其實就係嘗試用你嘅肢體動作去 express 出嚟。咁但係我意思亦都唔係話肢體動作需要 practice。其實我覺得最多朋友對我個迷思就係、是、啊，咁你演出之前要練幾耐？即係咁我話咩練幾耐？咁佢話即係攞住啲棒練幾耐啦？你咁點知你做咩動作？咁呢個就係一個幾難解釋一樣嘢嚟嘅，因為即係做咩動作係真係真即係我覺得係一個語言上面即係冇乜點諗嘅一樣嘢嚟嘅，即係真係係 reflect。我唔知道Lim有咩可以點樣去解釋得清楚啲，即係咯。係我是很同意，都係其實很多人都會問，究竟怎樣練啦、啊？當然有一些嘢係可以練的，亦都要練的，例如話即係有啲，例如話有啲作品係如果成日都變拍子即係突然間由四四三四，突然間有個八三八，跟住又唔知點樣嗰啲，咁有啲 transition 或者由一個 tempo 變到另一個 tempo， 有啲嘢咧係其實要實質上你要即係要叫做練啦、啊。即係由慢去快，或者快去慢。咁但係比較少，除咗呢樣係啦係啦，即係都認同係嘛 ？Exactly 係啦，即係呢啲嘢要練。但係好多時候，如果講聲音或者講成個嗰個你諗緊嘅顏色啊、氣氛啊，嗰啲嘢其實你需要其實好多係我諗係 mentally 上面嘅決定。所以其實嗰個身體上面，如果你 mentally 你已經準備好曬咧，你個身體就會跟住喐噶咯。即係你會，其實所以我諗我嘗試就係即係我去明白你頭先講嘅嘢，咁亦都其實我都係咁樣嘅，去準備。咁我諗另一樣我會做嘅咧，其實係因為我哋而家演好多嘅曲目咧，其實都係大曲目啦，好出名嘅曲目。咁其實尤其是即係當好似Shostakovich 嗰個 concerto 咁啦，咁其實同蘇去合作之前咧，我係一定會聽起碼十個recording。去聽不同的人 去演，然後好，所以我就會準備很多不同的 option 在腦裡面，即原來可以是這樣，也可以是這樣，即是給自己那個 flexibility 比較要準備。還有一些你一路讀譜的時候，即我想很贊成 Wilson 說，其實是即一個叫做真相，即其實我們即個作曲家基本上他留得低給我們到現在，他就是寫得曬所有每一粒音，他所有的怎樣去告訴你聽怎樣奏。即是我哋作為指揮可以做的就是去尊重，去 take care 每一個每一粒每一點每一畫，然後即係然後去嘗試將依樣嘢去變成真啦。咁但係同一時間亦都即係我哋望份譜，即係有時都會諗，咁其實究竟個作曲家想去邊咧？即係一路 build， 即係其實都好似間屋咁，你會想知道其實個大廳喺呢度，哦呢個係間細房，然後咧跟住就去呢度，所以其實都要。整個人 again 就要你睇，好似地圖咁咯。咁你睇完之後，你就知道啊，其實原來呢度呢一個 moment 就係個作曲家想話俾你聽，最重要嘅係邊度咁樣，高潮低潮，即係有啲嘢你要決定。咁所以係要用好多時間去做好多呢啲嘅決定咯。嗯，但我諗仲要翻去樂譜做上面睇翻，即係係啦，每一粒。音或者每個指示嗰、那個係啊，本身係點樣啊，或者甚至要考慮埋當時係點樣諗啊，嗰個做法，咁嗰個功夫其實就喺嗰度嘅，其實都真係係啊，係啊，係啦、啊，即係同埋即係一你咁講 staccato，
或者即係其實係即係究竟 Shostakovich 嘅 Staccato 同 Beethoven 嘅 Staccato 係咪一樣咧？哇！呢啲簡直又係你完全可以開咗好似 Pandora box 咁，可以係呢啲嘢要決定，同埋跟住係如果佢呢度冇寫一畫，但係跟住之後所有佢有點點點點，咁你呢啲要知道究竟即係咯，要 take care 咯。好嗱，咁啊时间真系差唔多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问埋最后一位观众提问啦，麦 Kilian 啦，咁啊 Kilian 就问啦，如果乐团嘅声音同你喺心理上面准备嘅声音差太远嘅时候，咁你会点样做咧？同你準備心裏面諗嘅，即係你心裏面諗，即係唔係準備啦？呢、這個 mental interpretation 即係直頭係你覺得喺心裏面想要嘅演繹，想要嘅聲音係即係相差太遠啦。咁其實係咪唔係應該唔係一個一下子就做得到，即係扭轉嘅局面咧？係咪一個？咁有咩策略咧？有咩 forfeit 咧？我讲先啦，因为我都其实谂紧呢个同一个问题，即系而家有时而家即系做紧嘢，咁其实我一定系唔会咁容易放弃，即系我谂做一个指挥，如果当然即系如果你摆咗咁多时间去幻想去谂一个，即系呢个系我嘅 interpretation 或者呢个系我个 vision，我谂我同 Wilson 即系嘅好大嘅一个目标就系当然就系将个 vision 变成真咯，咁所以。我会用好多，即系用尽所有嘅方法去将原来个真相同我哋嘅谂紧嘅带埋一齐。咁但系我谂好多同一时间我会亦都系去 be open 嘅，即系我唔会净系要咁样，因为有时候可能佢哋做，可能个 orchestra 做紧嘅嘢嘅，即系佢哋嗰个方法，可能系我之前冇谂过嘅。咁我都会 be open 去尝试啊，会唔会其实咁都 work 咧？咁样咯。即係其實係又係一種溝通好重要，同埋我諗對大家嗰個尊重同埋信任。即係你都要，即係你嘅準備功夫，你要準備得好好，得個 orchestra 知道啊，我係可以去信你，去知道你自己做啲乜。咁但同一時間，我亦都會好 open，因為講真，我同 Wilson 都後生啦。有時我哋即係喺個 orchestra 好多，其實好多樂師係，我諗佢奏呢啲樂曲都可能啲百幾次，before 我哋出世已經佢已經奏緊。系啊，即系佢，所以其实经验同一时间系你都可以学到好多嘢咯。咁所以其实咁系两边去 be open 去揾可以 arrive 到一样乜嘢咧咁样咯。吓，但我一定会我非常系我非我我非常同意 Lim 所讲，你话你一定唔会放弃啊嘛，系嘛？但我唔会放弃咯，系啦，即系唔会即刻啊，好啦，你咁拉就冇咁拉咁样，系咯，即系一定唔会咁。我覺得頭先 Elim 講就係我哋嘅 age 咧，始終都係即係比較年輕。咁我自己啦，我覺得係好多時我每一場音樂會咧，我學緊點去 balance，去追求自己想要嘅嘢，幾時係應該 let go，not let 系 go 啦，唔係放棄，let go 系係啦，即係去 let it go with 個 flow 或者個 orchestra 本身嘅 character 啱唔啱啊？系啦，exactly。系个我自己就每一个音乐会都有，甚至乎我上个礼拜 Hong Kong Philharmonic 指嘅 Shostakovich One，我都系我之前亦都指过呢首作品，但系有当中有好多嘢其实都系同我上次嘅演出唔同，但系我觉得点样，即系我而家开始有少少picture 到件事，就系其实真系好似你要知道个 destination 好清楚去边度，呢、這个就一定唔系改变，但系你系架啦，车点样去揸？你轉邊個位轉過去，我覺得係可以傾嘅呢樣嘢，系啦，系啦，exactly，啱唔啱？係，系啦，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正如有位觀眾已經喺度講啦，指揮果然係一個樂團嘅靈魂啦。咁啊，最後咧其實係即係我自己結語就係、是、其實我就得抄一本書出嚟，就係、是、Norman Lab 呢本叫做《The Maestro Myth》啊，叫做咁啊，可能大家可能會認識嘅呢本書就係講翻即係呢一個20世紀裏面咧，嗰個指揮成為一個嗰個叫做 myth 嘅過程，即係 myth building 嘅過程，係一個好似神話嘅印象大師咁樣啫。但係今日好高興啦，認識兩位都係大師啦，都係 Maestro 啦。但係即係好似揭開咗神秘嘅面紗咁樣。同埋我諗可能年輕嘅人，即係開始，我諗大家都會想同觀眾有多少少對話啦，亦都想即係知道觀眾嘅諗緊啲乜嘢啦。咁。
都頭先有講，即係我哋觀眾成為咗我哋就音樂嘅一個重要嘅構成部分啦。咁所以都好似咧，我呢個面紗好似稍微打開咗，但係咧都好想知道咧，就係兩位即係站在國際舞台上面嘅指揮嘅一啲心路歷程。咁啊，今日咧就多謝兩位嘅時間啦。咁啊，大家咧係咪好想知道咧幾時有得睇呢一個嘅音樂會咧？咁咧，陳以霖嘅音樂會咧就係喺4月16日嘅，咁即係下星期五晚咧就開始播放啦。咁就會喺網上面咧就播放72小時啦，就直至到咧就係星期日晚嘅8點嘅。咁咧頭先都講過啦，咁啊陳以霖演奏嘅曲目包括咧由馬勒啦、肖斯達、高維涉啦。同埋咧，就係、是、最後咧有貝多芬第一交響曲嘅，而另一場咧就係、是、吳懷世指揮首演愛樂樂團嘅音樂會啦，就係、是、咧一個星期之後啊，就係4月23日晚嘅8點開始播出嘅。咁播放嘅曲目咧就係、是、有呢一個 Boris Blacher 啦，咁啊呢一位中國出世但德國作曲家啦，咁啊仲有咧就係、是、Scriabin 啦，史哈里亞賓嘅鋼琴協奏曲啦，同埋咧就係咧呢一個Paul Hindemith 亨德麥特嘅呢一個嘅畫家馬賽厄斯嘅。咁今晚咧就好多謝兩位啦，即係 Liam 同埋 Wilson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咁希望咧到時咧喺網上面咧睇到你哋嘅精彩演出啦，亦都希望香港觀眾咧好快嘅將來裏面咧就見到兩位喺香港嘅舞台上面指揮，好唔好啊？好，多謝大家，多謝咁多位，拜拜。Thank you, bye bye. Thank you, bye. Thank you, bye.